から生まれた魂を水へと返す。水の清らかさを守るため選ばれた巫女たちが常しえの人柱として水に捧げられていた。大家好，欢迎来到游戏怪奇物语，我是菊花花。以上片段来自零系列的最新续作《零儒鸦之巫女》。这款由 Koei Tokmo 公司开发，于2014年9月27日由任天堂发售的日式心理恐怖冒险游戏，以其精美的人设和独特的审美情趣深得玩家喜欢。本作的场景移到宽阔且灵异的日上山，讲述西里、放生莲以及深雨三位主人公身上发生的怪异幻想故事。而我们今天将从《零儒鸦之巫女》这个游戏说说这款游戏背后令人千愁万绪的故事。游戏开始，深雨来到日上山寻找失踪的母亲，醒后发现自己浸湿在山中神社，并在儒鸦之巫女的追击下遭遇了神影。只有具有引荐能力的人才能找到被神影的人或事物，而所谓引荐，即是看到人或事物过去的踪迹。游戏中的另外一个主人公西里，因为小时候在事故中侥幸存活，从而具有了这种力量。然而不会控制这种力量的他，常常感到非常孤独。从蜜花的书信中了解到，无法摆脱孤独的西里曾被日上山吸引，在试图结束生命的时候被古董店老板蜜花所救。然而蜜花在一次委托任务外出后便下落不明，西里决定独自上山寻找蜜花，最后在山顶的水上之宫正殿救出了蜜花，同时还在山中神社的箱子中找到被神隐的身影。回到现实的深雨坚信失踪的母亲就在日上山，于是他拿着影像机悄悄上山，最终在山上的结之家找到已经完成幽魂仪式的母亲，并把她带回了古董店。而另一方面，一直被祭奠之夜杀害银发少女噩梦所折磨的作家放生莲，为了将吊丧照作为下次作品的题材，曾委托蜜花到日上山寻找一本吊丧照片的相簿。在相簿中他意外地看到一张美丽的女子，还因此牵扯出了放生莲曾经做同一个噩梦的线索。为了解开谜底，放生莲决定进入日上山进行调查，最终在山中遇到了在梦里出现的银发少女白菊与照片中的美丽女子冯氏，他们都是围绕日上山这个地点展开一段救赎与被救赎的感情纠葛。游戏中日上山的原型正是位于日本青森县三大林场之一的孔山，由于孔山的特殊地貌和山上众多的墓碑，使得它成为了人们口中连接县市与皇权的地方。游戏以此为背景所勾画的日上山自古以来也作为林场受到人们的敬畏。我们从游戏的文献中发现，在日上山周围地区人们崇拜水，并把水作为神载体进行祭祀，而山上的巫女则通过水充当着人与人之间的媒介。赴死之人会在日落的时候进山，然后在气之渊濡湿身体，而巫女也总是将身体和头发沾湿，因此被称之为儒鸦的巫女，示意与隐士更加接近。而所谓的隐士，也就是死后的黄泉世界。巫女透过看曲成受赴死之人的最后情感，共享他们的秘密，陪伴他们安然死去。而承受太多心灵满意的巫女，将会随着秘密一起被封进箱子，成为人柱。巫女在箱子中接触液泉就会陷入沉眠，沉眠期间巫女可以保持原本的外表成为永生化，然后再重复着赴死之人的痛苦直到自身心力用尽。
最终身体会在液泉中融化消失。而什么是人柱？我们在第九集《九龙》找到黑色书皮的手记二中，找到关于人柱与箱子的相关记载。人们根据巫女的力量强弱，将人柱分为两种。力量相对较弱的巫女，装进只能容纳一个人的箱子，最后经历四肢粉碎的痛苦，才能拥有作为人柱的力量。力量较为强大的巫女，可通过幽魂得到更长久的保存。通过幽魂的巫女会进入特意定做的双人九龙，再从四周沉入剑女加以守护。而人柱所存在的意义，就是为了镇压山顶的夜泉，守护现世与隐世的境界线，防止夜泉溢出祸害人间。人们分别将人柱放在山上最重要的几个位置，力量最强大的大柱直接镇压夜泉，力量较弱的中柱则埋在山中神社，维持日上山的结界。从此以日上山整体为结构所形成的巨大结界，维护这世界的安稳。直到有一天，一名拿柴刀的男子来到山中，女巫发现了他爱上姐姐并将姐姐爱人杀掉的秘密。盛怒之下，他将山中的巫女全部杀害，并挖掉了他们的眼睛，最终自杀身亡。而这一天，大柱黑泽冯氏正在举办镇压夜泉的仪式，巫女突然死亡所涌现的情绪一下子涌向了冯氏，加上他对爱慕之人麻生邦彦的情感终日无法缱绻，夜泉喷涌而出，巫女成了日上山死亡的代名词。在此我们了解到关于日上山的另一个传承，幽魂。民俗学者杜慧启士所撰写的《幽魂》一书有提到，日上山所传承的幽魂是为了抚慰成为人柱的巫女孤独而痛苦的灵魂。男子通过画有巫女姿态的绘马挑选对象，缔结婚约，然后在幽魂期间与新娘见面。如果男子看到被夜泉浸染的新娘仍然没有改变心意，即可缔结婚约，完成幽魂。完成幽魂的新郎灵魂将陪伴新娘进入九龙，成为强力的人柱，得以永生。如果新郎改变心意，就要将他单独放进另外一个箱子。而不管幽魂是否成功，男子一旦被召上山，都无法活着下山。在现实世界中，幽魂的说法在各地都有流传。幽魂又称冥婚或鬼婚，是在阴世间所举行的一种悼念式的婚礼，而说到底，这就是一场属于死人的婚礼。相传幽魂流传于周代，一直延续至民国初期，直到现在也有偶然出现。据记载，一国枭雄曹操也曾为13岁夭折的儿子曹冲向已死的甄氏小姐下达幽魂聘礼。这种风气在宋代发展的最为旺盛，几乎未婚先死者家人都要为其进行幽魂。而在东南亚，驱鬼新娘则是一种为自己增运的巫术，甚至有罪犯为了从尸体上谋取暴利而故意杀人，再将死者尸体进行贩卖。朝鲜半岛对这种风俗却十分讲究，死者家人为死者找冥婚对象时要先合八字，双方家属同意后才可择吉成婚。仪式通常在庙宇举行，一般会挑吉时进行冥婚礼，由双方家属分别捧着穿着传统婚服代表新郎与新娘的娃娃，连同牌位举行冥婚仪式，将娃娃、牌位及新人照片放在供桌上并列，以示双方结为夫妇，再进行除煞、焚烧遗物等仪式，最后把夫妻二人合葬。甚至台湾将阴间女性嫁给阳间男性这种行为称为娶神主。尽管幽魂的形式各个地方都不一样，但是其选择幽魂的最初原因都是因为家人害怕死者在黄泉路上感到孤独，而游戏中的角色
无一不是内心柔软、孤独寂寞的可怜人。他们能与日上山紧紧联系在一起，最核心的还是萦绕在他们心头那份无法排解的孤独感。游戏官方为主角三人分别准备了两个截然不同的结局，但根据游戏里面所给的提示，我发现真正的结局只有一个。当西利从箱子里救出深雨时，深雨说了这样一段话：明明是要来救妈妈的，结果什么都做不到，再不快点妈妈就要消失了。这里我完全有理由相信，具有强大感知能力的深雨是在知道母亲将要消失后才决定上山寻找母亲。而母亲与深雨第一次见面的情景中也显示着，母亲也早已感知自己生命已到尽头，才许下最后的愿望。而我在第十二章彼岸船里发现这样一个情节，西利准备上山，深雨背对着他失魂落魄地说了这样一段话：あなたは帰ってこない、あなたはまだ揺れている、行くのか残るのか。这看似深雨与西利的对话，实际上这只是深雨在质问他的母亲，也是深雨在逐渐接受母亲要离开的事实。母亲是终究要消失的。梦醒后，母亲还是选择乘着彼岸舟再次离开了深雨。而在夕阳下放声痛哭的深雨，早就明了母亲想要离开的真实心意，只是太过孤单的自己一直在逃避现实罢了。而放生莲的感情在游戏中像开挂一般的存在，我们从老婆婆的口中可以证实，马生邦彦就是放生莲的前世。在他的前世，白菊将寄香寄给了少年时期的麻生博士，并和麻生约定日后拿着寄香去迎娶他。然而长大后的麻生潜心研究能拍出灵魂的摄像机，根本就忘了这个年少的约定，并且在他为冯氏拍摄照片的时候，两人一见倾心，互生情愫。然而对于白菊与冯氏来说，再漫长的等待也不会换来放生莲今生的停留。我们在民俗学者的手记七中找到这样一段描述：前往山顶的途中，在开满彼岸花的小路上捡到了冯氏的照片。所谓的彼岸花，相传是一种开在黄泉路上的花，花开时看不到叶子，有叶子时看不到花，花叶两不相见，生生相错，比喻没有结果的爱情，诅咒人们生生世世都不能在一起。我们在游戏中可以看到大片大片妖叶开放的彼岸花，这就是游戏最隐晦的暗示。不管对于白菊还是冯氏，都不是放生莲真正的选择。如果我们对放生莲这个人物的本身性格进行推敲，也能得出同样的结论。一直被年幼时期杀死银发少女的噩梦所折磨，胆子和力量都不强，不擅长应付女性，一旦被女性盯着就会变得不自在，甚至身边暗恋她的女助手也只能靠男装的打扮才能靠近她。像这样的一个男人，想要一下子突破他的心理防线，使他爱上原本所畏惧的东西，这根本就不符合常理。而游戏给出的所谓好结局，在我看来也只是放生莲代替死去的麻生邦彦实现他当初没有实现的愿望罢了。至于西里这个有着跟黑泽冯氏一样有悲惨命运的人，似乎是命中注定会与冯氏有着不一般的羁绊。他从灾难中存活下来，跟冯氏在大火中幸存下来是一样的。同样的，他们看见了常人看不见的事物，同样的，他们对死亡有着相似的感知。站在夕阳下的西里总是感到迷惘，
隐隐察觉自己有要去的地方。我们在他的笔记四中可以发现，西莉曾经做过会成为巫女的梦，而当西莉找到蜜花时，蜜花更是意味深长地说了这样一番话。为什么蜜花要这样说？正是因为蜜花也感知了西莉终将成为人柱的命运。而我们在第七章的黑色皮书笔记一中还会发现这样一段文字：必须制作更多的人柱，大柱崩溃，叶泉溢出，必须镇压叶泉，在大柱融化之前。这就意味着只有投入更多的人柱才能继续镇压黑泉。我们根据第十二章彼岸州的祭祀环境可以确定，这座山还在继续着过去的仪式，关于巫女与人柱的传说依然存在。当西莉与冯氏一起相拥跳进夜泉，或许正是冥冥中早已注定。西莉只是顺应了命运，成为了人柱，并在这个安排中找到内心真正归属。为了对抗孤独，西莉渴望并且唯一能做的似乎只有至死的相伴。而在笔者看来，如此贴合人物行动意志的结局才是属于他们的真正结局，比死亡更让人感到绝望冰冷的恰恰是人内心无法排解的孤独。这或许并不是大众所认同的好结局，但对西莉来说，难道不是命运最好的安排吗？